你已经尽力了，而且我突然对考试特别没有信心。从知青点回来两个多月，复习也不系统，这几天又出现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。正好，踏踏实实好好复习一年，明年再考。走。挺会安慰人。你说这帮人怎么这么不开窍啊？什么领导？哎，你能帮我去买瓶汽水吗？我刚才喊的是嗓子直痒痒，渴得要命，估计一会儿连车都等不动了。那我去买，你在这等我。给自个儿也买一瓶。进来，我不是坏人，出去，我不是坏人。高主任，我是天海大学教师的子弟，我叫向远，我爸爸是物理系的老师，我妈妈在图书馆工作。你是向品明的儿子？对对对，您肯定认识我爸。啊，小鹏，刚才就是你在楼下大喊大叫的？是是是，实在对不起高叔，主要等了您一上午了，您才回来。好了好了，先把手放下，别举着了啊。哎。有什么事情？向远，向远，哎，那位女同志，你跟我进来吧。对对，就你，跟我进来吧。不要对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抱有怨言。高考刚刚恢复，很多事情大家都在探索中。总之，孝心无大害。高叔叔，我主要是太着急了，其实也不想抱怨。孝心，孝心，再孝心，结果还是出了性命事件。我和你父亲算是熟人，出了这种事，我也很痛心。机密文件泄露，这要是搁在战争年代，多少同志那是要掉脑袋。高叔叔，说到这儿，我想替我爸说句话。其实那个事儿的责任主要是在我，能不能不处理我爸呀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不便和你讨论。高主任，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快来快来，就是他，想考大学是反正知青。高主任您好，田百秋，你的情况，肖强都跟我讲了，咱们就不再多说了。一会儿啊，让孔秘书给你写封介绍信。拿着它，直接到教育局领准考证。高主任，您喝汽水。哎，您喝，谢谢。给你提个建议，报考师范学院，我家现在缺乏教育资源，缺教师啊。而且你的家庭情况，小强都跟我说了，国家对师范生有政策倾斜，不仅发放奖学金，一年还有136块钱的生活补助，这样也能减轻你家里的经济负担嘛。我按您说的去做。对，都听高叔的。我说对了吧？考生田麦秋，考号2004102，我拿到准考证啦！田麦秋，你有没有放过你的同伴啊？
看场电影吗？乡村女教师。我什么时候都有空，现在就去呗。走。不屑一顾。现在你是认认真真的陷进去了，我还就想认真一回了。行，你这叫征服欲受挫，折磨自己没必要。就是因为麦秋让我受挫了，我以前从来没受过挫。我觉得麦秋可爱，啊，他不贪图富贵，他不卑不亢，小家碧玉，装相的，真的。懂不懂小家碧玉？长那么高，小家碧玉。明显这是什么大家闺秀的气质。我跟你说，我和那么多女孩吃过饭，没有一个女孩抢着跟我付账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啊，你给人家帮那么大忙，人不请你吃饭请谁吃饭啊？你不了解当时情况，就因为麦秋那样，我就是喜欢她，我就是喜欢麦秋这样女孩。那之前那个马小萌啊，还有什么什么小琪啊，还有之前那些婆子，那都什么味儿？你想知道区别？我喝的是黑咖啡啊，你根本喝不了这个。黑咖啡就是麦秋，喝起来第一口特别苦，但是回味悠长。嚯，这什么味儿？所以说你就喜欢马小娟那种女孩，我告诉你，那种什么，那种汽水。刚开始喝着咚咚咚喝进去特别爽口，到最后咔打嗝啊，胀肚。行行行，我不跟你矫情这事儿了。我现在给你分析一下，田麦秋为什么不跟他，让人心里有向远。向远在他心里就是定海神针，那就是顶梁柱。定海神针还东海龙王呢。我跟你说，向远就是一根面条，面条当不了钉子使。四宝在这儿呢，坐坐坐。没事。川儿，你爸让你过去一趟，他说有话跟你说。跟他说没空。这孩子，你爸让你过去呢，来，赶紧去，赶紧去。我这朋友在这儿。去吧，先去了再回来。玩着啊。啊，好。坐啊，四宝。哎，我就不坐了，我走了。哎呀，他马上就回来。不，我走了，阿姨啊，走了。那走啊。啊，阿姨不送了啊。别送了啊。
2点了，你今天不上班了？不用去。上午是你把陈小娟赶走的。没共同语言。没有共同语言。没有共同语言，你和人家同居，始乱终弃。就凭这一点，我可以让公安局把你抓走。公安局，如你所愿啊。哎呀，把腿给我放下来！看你这样，流里流气。是，流里流气的，我不就一直这样吗？你觉得我是一小流氓？江川，这怎么跟你爸说话了？什么态度？我就这态度。我从来都没有看不起你。我知道。那你还把衣领还给我了？那我再要回来。不给了。那我就等着条围巾了。哎，我都想好了，等你考完试以后，我就把咱俩的事儿跟我爸妈说。怎么样？他们大人之间的那个恩怨，咱俩以后慢慢化解。哎，你以后要听向叔叔的话，要补偿我们给他带来的灾难。知道，知道，你放心吧。哎，你要真考上大学了，以后我就一个月去看你一次。不不不不不，我一个星期看你一次。那你如果今年考不上，明年接着考，一定考上师范学院的外语系，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。我尽力，我尽力啊。站在教室的讲台上，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，那么多同学一块儿说：“田老师好。”是不是想的特别美？同学们好，孩子们，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学生了。我要教你们念书写字，我要告诉你们白天为什么变成黑夜，谁住在大海的那一边，风往哪里吹，河往哪里流。我要教给你们。思想，还是高主任点拨我的呢。说实话，我在今天之前还挺盲目的，就想着考上大学就行了。可是我现在目标明确了，我就是要当老师。像瓦尔瓦纳那样的老师。什么？瓦里瓦拉是什么东西？瓦尔瓦纳·法西尔耶夫娜是苏联电影《乡村女教师》里的女主人公。她说了一段话让我特别的感动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合着你折腾这考试的事儿又是向远那小子带你去的？哎呀妈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师范生不光是有奖学金，他每年还有136块钱的生活补助。我要是考上大学了，可以不花家里一分钱。如果我省着花，还可以省出钱来孝顺你和我爸。可以吃西瓜啊，吃西瓜。哎，马秋，来来来，吃西瓜。这么说，你跟那向远真搞上了？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，在我最难的时候他帮我，我们就是这个关系。说那么恶心啊？搞上就搞上，弄些虚头巴脑的干什么？你说都是次了，不是不让你和这个向远来往吗？怎么说破大天就没用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人小韩找我了，人说给你赔礼道歉，人说你把那个介绍信撕了，人说再给你开一张。我怎么觉得这孩子不像你说的这么坏呀？别提他了。提他怎么的了？哥，你跟他说我不需要他道歉，让他以后别来咱家。怎么就不能来啊？没说完你给我回来。妈，你看看他。你出来，你给我。哎，回头再说。不回头再说呀？没听见呀？他老跟向远吊在一块儿。你不管呢？你我管，回头啊我好好跟他谈谈，行吗？我觉得人家小韩挺好的，他干嘛看不上人家呀？对啊，家里高干，条件那么好，哪看不上啊？闭嘴！我今儿我就要说，麦秋，我告诉你啊，王八丑绿豆没你这么对眼了。啊，妹妹，七仙女，不愿当人家，就愿找东东。都给我闭嘴！添什么乱呢？老向回来了，是不是教委的处分决定下来了？啊，还没有。杨校长让我给教委的高主任打了个电话，说上午
向远带着田麦秋去找教委的高主任，帮他办那个准考证。那他没在陆成家复习功课呀？这个远远真是胆大包天了，他又跑到教委惹什么麻烦呢？高主任怎么说呀？高主任倒是夸了他几句，说他聪明，鬼点子多，让我不要责备他，他也是热心的帮助别人。我没想到泄密会影响田麦秋的高考，咱们居委会也不给他开介绍信，真不应该。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不能影响一个孩子的前途。那高主任提你的问题了吗？说了几句，他让我不要太有包袱，注意休息。人家也不能深说呀，他也是借这机会安慰安慰我。这么说，也许教委不会给你很重的处分了。别瞎猜了。我觉得这个田麦秋和向远的关系就是不太正常，不像他们说的那样。哎，老向，那我就把我们过去的事儿跟他们挑明了算了。如果他们俩真的要确立了恋爱关系，那麻烦就大了。还是等高考结束再说吧。不过也不能停止任职，我们得想个办法。你就说牛不牛吧，啊，人韩江川给他开的介绍信撕了，宁可大学不考了，哪个女孩能办到这一点？你怎么不跟我辩论了？说话呀。田麦秋是好是坏，是见异思迁还是有志气，我得到的所有的信息都是你传达给我的，你让我跟你辩论什么呀？那你也不能光接受坏的信息不接受好的呀。你就是看不起麦秋，你就是排斥他，你就是不喜欢他，这也没法聊了。如果说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，那我承认我对他刮目相看。哎，这不就对了吗？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了。我有什么错呀？哎呀，这想想你们俩这说话就是笑勇了。以后呢，我去一趟省城，去一次能看俩人。向远，你要是考不上大学，那你跟田麦秋之间的距离会越拉越大。相爱的两个人要有共同语言、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奋斗目标。有啊，我们俩有理想，有奋斗目标。他的理想是想当优秀的教师，我想当优秀的厨师，这还不叫理想啊？啊啊，非得都是俩语文老师、俩数学老师在一块儿，那才叫相爱，那叫学术研究小组。读书，萎靡不振，扯闲白，精神焕发。要是田麦秋就喜欢你这样，那我祝福你们俩，祝你们俩幸福。哎，这才是好哥们儿呢。真神神叨叨的。圆圆，你和麦秋恋爱了？嗯，怎么了？一个未来优秀的教师和一个未来优秀的厨师相爱了？他骗我，他说你们俩肯定不会在一块儿。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呀？反正他说过。他说一个未来优秀的教师和一个未来优秀的厨师不能在一块儿。反正他说过，他说你们两个就是两条平行线，根本就不可能相交。他出尔反尔，他不讲信用。向远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刺激朵朵？哦，对对对，他有病。你说你们俩爱就爱了呗，你刺激他干嘛呀？其实我也挺受刺激。麦秋的魂啊，被向远勾走了，韩江川彻底没戏。你还等着当大舅舅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啊，得给向远上点手段，给美的。得了吧你，别总拿说大话当饭吃啊！我不跟你矫情啊，咱走着瞧，好吧？瞧什么瞧呀？哎，你昨儿答应我哥我嫂子修房子事儿全你包了，是不是又闪着舌头了？谁闪着舌头？我答应的事必须办，等着吧。你怎么办？拿什么办？
还去找人家韩江川帮忙啊？人家以前是看着麦秋的面子，现在你再去试试，不吐你一脸唾沫就不错了。你怎么比我妈还磨叨呢？啊！你别再嗑瓜子儿行不行？你帮我妈干点活去。说你呢。所以我不想责备你，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，做出去的事儿瞒是瞒不住的。爸，其实我没想瞒你，而且我觉得我做了件好事，我这帮助了人家呀。您跟高叔那么熟，哎，其实我应该一回来就先给您找了就好。高考很快要进行了啊，还有6天的时间，你要全力以赴的准备。做饭是你一辈子的兴趣，等你考上大学之后，我不反对啊，你就尽情的发挥。您说，麦秋是不是个好学生？符不符合您的标准？麦秋是好孩子，我不否认。你说我们俩是怎么？你们俩是普通朋友，你不都跟你妈说过吗？我是这么跟我妈说的吗？你让你妈放120个心，你这么说的，我那天在屋里都听见了。啊，是普通朋友，你的帮忙就要适可而止。你临近考试了。你这样让麦秋也得静下心来复习，你要不然最后你们俩考试结果都不好，是不是就不好了？一会儿吃饭了啊，山林，你这几天也得跟单位去请假了啊，那个在家里抓紧复习。是朵朵、陆成那儿，我看你都不要去了，不要影响人家。爸，还有6天就高考了，您觉得我还来得及吗？就是非常近了呀。告诉你，临阵磨枪，不快一光，抓紧这几天能有效果。你不是个笨孩子，你要是笨孩子，我们也不要求你了。你先吃饭，吃完饭抓紧去看书去。我不吃了啊，我现在就磨枪去。美玉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别叫他，别叫他，他看书去了。这孩子突然开窍了。哎呀，就差这么一会儿。你给他快，你给他一会儿啊。不要干扰他，让他多看书。越走越近了，那不怪是你妈说你，也不怪你妈给你脸子看，这可真不行啊。那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咱们两家不可能啊。爸，其实那天就是向远帮我赶走了韩江川，我懒得跟我妈还有我哥说，尤其是我哥，他知道了又得去找向远。哎，麦秋，叔叔。你谁呀？我是韩江川。你就是韩江川啊？哎呀，本来我想高看你几眼的，没想到你也能干成那下作战的事儿。平时你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？阿姨，这不是小韩吗？叔叔，我已经跟阿姨认过错了，我错了。进屋坐吧。进屋干嘛呀？建良上夜班没回来呢，有什么话就院里说吧。啊，知道什么呀？阿姨。叔叔说的对，叔叔没原谅我，我也不敢进屋说。我这次来呢，主要是为了麦秋考试的事儿。那麦秋的事儿，你就进屋跟麦秋自己说去吧。哎，快进屋！你怎么不上班去啊？你干嘛呢？我上什么班啊？我。麦秋。麦秋。
坐吧，小孩。啊，我去叫他。谢阿姨。干嘛呀？你瞧瞧人家一次一次来跟你这儿认错，你说杀人不过头点地吧？快听话，我不去，听话，听话。哎，小韩，你们俩好好聊聊吧。啊，我去给你沏点茶，沏点好茶啊。谢阿姨。你沏什么茶呀你？他也配喝咱们家茶？昨晚那事儿，我恨不能抽他。哪那么多废话呀？阿秋，那个赔罪的话我以后再说，还是准考证的事儿。我托了人说，在今天10点钟之前能赶过去的话，就能把准考证拿出来。准考证我已经拿到了，向远替我办的。办好了，那就好，别耽误考试就行。那个麦秋，我能单独和你说句话吗？不能，你跟我哥来往我管不了，我们之间不会有任何来往。妈，我去卖冰棍了。麦秋。哎，哎，小孩，哎，哎，咱们再接着聊聊。不是说我，哎哎，聊聊聊聊聊聊，走走，哎。对。哎，麦秋，你妈在家吗？在屋里呢。哎呀，你哥呀，又做大祸了。桂香。桂香，桂香，桂香，啊，主任找你。桂香，你们家介良啊，可踩在犯罪的线上了。昨天晚上，他和六子一起偷到了居委会的战备物资。赵主任，咱们进屋说吧。啊，哎，进进，请进。哎，赵主任，哎，坐吧。哎，坐坐了，坐了，有事说事儿吧。啊，赵主任，那怎么就能肯定是我儿子借粮偷的呀？是啊，这个怎么回事？这是那些战备物资啊，就堆在我们居委会那墙边那儿。昨天晚上9点半的时候啊，我起来上茅房，我就看见借粮和六子他们两个蹬着三轮车在我们居委会那墙边那儿。当时曹婶没在意，我今早起啊进了居委会就发现丢了东西，曹婶这么一说呀，我就怀疑借粮他们了。赵主任，这不对啊！我儿子是10点钟离开的家，骑着车说上夜班去了。我已经悄悄调查过了，门口的门卫说呀，借粮今早上6点半回来的，过了一刻钟又骑着三轮车驮着东西出了大门，这肯定是晚上偷了东西藏起来，今天一大早给运走的。你说这狗拿屎的玩意儿，你们借粮啊，真是不吸取教训，泄密的事儿还没了结，这又偷盗。我要是不心疼你们两口子，我就直接报案了。5卷油棕50块，半方红松110，这160块钱啊，够他判几年的了。这样，中午之前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，要不然，过了12点啊，咱们派出所见了。咱们走吧。那我们走了啊，自己看着办啊。叔叔阿姨。我正好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小韩，你快送了啊！哎，再见，阿姨叔叔。阿秋，你也别太担心了啊。爸，怎么办呀？什么怎么办呢？就应该把你哥关进监狱里2、3年，他才知道什么叫回头是岸。妈，你怎么说你自己儿子的吗？这当妈的一天到晚这干什么呢？怎么教出这么一个混蛋玩意儿来？哎，妈，我哥是不是把东西拿罗红他们家去了呀？他们念叨过说罗红家正在修房子呢。哎哎，准是这么回事，没跑。那赶紧的呀，赶紧凑160块钱给居委会送过去，别把我哥抓起来呀。凭什么呀？他要真的把那些东西都拉罗红家去了，凭什么咱们给付钱呢？我现在我就去罗红他们家。
屋外去吧。王子，我觉得修房子这材料基本上肯定够啊。哎，那个如果后面那个山墙拆了要重盖的话呢，两车砖应该差不多。嫂子，有些钱咱能省就省啊，千万别找人干，我从厂子里调一个会木匠活的、瓦匠活，俩人就够了啊。那可太好了啊，就这么着了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跟老曹他们几个说一声，让他们来。大嫂，啊，你千万别找啊！我从厂子里找。什么呀，嫂子？定了。坐，快坐。我跟我哥呢，就当小工啊，行吗？行。嫂子，现在就差你一句话，只要你说话，咱们马上开工。哎呀，这回呀，你是没让你哥和嫂子失望啊，说到哪儿做到哪儿，没放空炮。嫂子，你放心，我以后绝对不放空炮。嗯。我是这么想，第一呢，我得让嫂子还有哥住得舒服点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二呢，这边小红啊，我得给他长点脸，这才对呢。哟，婶儿、叔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您怎么来了？啊，哎，不就是那些东西吗？哪有呢？都拿这儿来了。这偷懒包天的东西，盗窃居委会的占备物资，我打断你！哎，你说是怎么干什么呀？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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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叔，叔，爸，爸，爸，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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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回事？爸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不说这些东西都是笨蛋他们送给你的吗？我才明白啊，我还真以为你出息了，原来你出息大了，当盗窃犯了你。小红子嫂子，咱什么也别说了，十二点之前他不拉回去，他就得进监狱吃大眼窝头了，快拉呀！还傻站着干什么呀？赶紧拉呀！快点啊，拿走啊，别放我们家呀！快点！去，赶紧拿走，拿走，拿走！来来，咱进屋先喝点水去。嫂子，不是，有什么话在院里说就行了，这干嘛非进屋啊？这是，您坐，您坐，您快坐，来来来，说，您先坐下，坐下再说。我跟你说啊，嫂子，今天我这不是确实有事儿吗？改天我们老两口提了点匣子专门来拜会你们，今天不得赶紧把这些东西给人居委会送回去吗？哎呦，叔，不急，您请坐啊。您先消消气儿啊，请坐，请坐，沏壶茶去。我重新去。哎呀。叔，刚才您说过两天跟我婶儿提了点心匣子要来看我，哎呦，那我哪敢呀？我是小辈儿啊，如果真要那样的话，那不是让人笑话，笑话我不懂事儿吗？是不是？婶儿，今儿个是事儿赶事儿，巧了，我就想我这当嫂子的应该借这机会替我妹妹把有些事儿啊问明白。不就是小红他们结婚的事儿吗？这事儿你们就放心吧，我们心里边有准谱。哎呦，您有准谱啊？那您可得跟我说说，如果让我听完之后觉得确实靠谱的话，那我今晚啊得给我公婆烧几张纸，省着三天两头的就托梦给我问这事儿。嫂子，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，叔阿姨都装上车了。不是，你这丫头怎么回事啊？啊？爸妈走得早，长嫂如母，你不知道啊？我跟你婶儿和叔在这说正事儿呢，那正事儿没说完，他们两口子能好意思走吗？他不懂事儿呢。婶儿，来来来，先坐，先坐。叔，来来，快坐。啊，叔啊，婶儿，你说我们家这小姑啊，就是从小父母走得早，跟他哥在一块儿。那是他哥没教育好，你们二老别挑理啊。这个我当嫂子呢，看在眼里，有些话得我替他说。你说这小红呢，在外面受什么委屈，她回来也不敢说。哎，我就纳闷了，你说你们家儿子这心里是有小红呢，还是不拿小红当回事呢？你就说这三大件吧，到现在没个影儿，房子到现在也没着落。是吧？不是，那我这当嫂子的，你说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替我小姑问问，唠一个实惠话啊？你们家小红在我们家可受不了委屈。再说这孩子他也不含糊，该问的他都问清楚了。那结果呢？我怎么没看见结果呀？
我只看见我们家小红啊，没事儿就躺在上面哭。说什么呀？小红啊，咱们不都商量好了吗？你该买那三大件，在你和介良结婚之前，肯定给你们凑齐了。那房子也没问题了呀。麦秋马上就要考大学了，也领着准考证了。等他上了大学，礼物全归你们。嗯，麦秋啊，你真能考上大学？我觉得没什么问题。你觉得？那你觉得就不是事实啊？那万一考不上呢？不是你们家人这不是在这说漂亮话呢吗？我要说我肯定考上，你才放心是吗？那当然了。你干嘛来了？找着人家挨呲的来了。赶紧跟一块儿去，快去。叔叔，刚沏的，您喝水啊。你。推我干什么？你想刺到我啊？我是公共厕所吗？谁见谁刺的？偷东西还不让人说呀？你把嘴闭上啊！不想听你说话。不想听？我考上大学就走，想听还听不着了呢。小红嫂子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如果我闺女考不上大学哈，我们接茬儿给小红他们盖房，行了吧？那行。那这三大件儿什么时候买呀？买什么牌子的呀？我们家小红什么时候能看见呀？这可得有谱，咱得把日子定下来，是吧？还有，下了聘礼，他们俩好去打结婚证啊，不能再拖了。这要再拖下去，时间长了，咱们两家脸上都不好看。那三大件那不是得要票证吗？那得慢慢来呀。这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小红嫂子，我跟你说，我知道你怎么回事儿。我知道你今儿为什么非得拽着我们仨这个邪火，不就是因为我儿子弄的那些东西，这马上就得搬走吗？怎么说话呢，婶儿？你要是这么说话，我可不爱听了啊！不是，你儿子这东西是偷来的，我可不知道。哟，川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啊？川哥来救你来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居委会已经报案，雷子马上就来抓你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这不是川哥不认小白鞋家，从被窝里把我掏出来让我带路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，出去逃两天。这人怎么办？真的？你在干什么你？啊啊！不是，居委会那边呢，我都给你搞定了，放心吧。啊！你俩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你猜。别逗我了，小事儿。这事儿你帮我都搞定了啊。来，进屋去。东西是偷来的，如果我知道是偷来的，你们就是跪地下求我，我们也不会用。喂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你看，你怎么还不送去啊你？川哥，阿姨好。哟，小韩你来了。介良，我这应该叫嫂子和大哥吧？对，大哥嫂子好。卡带在慢慢的转着，播放我们的青春。和煦的风，温暖的光，包裹着年轻的心。我们曾发誓要看遍世间最美的风景，誓言变成了老照片，远方却不再遥远。谁把青春写成长诗，献给美好往事？谁把梦想用代价诠释，在风雨之中坚持？谁把爱情写成长诗，献给流浪的心？谁把岁月用泪水擦拭，回到幸福最初的样子？
谁把青春写成长诗，献给美好往事？谁把梦想用代价诠释，在风雨之中坚持？谁把爱情写成长诗，献给流浪的心？谁把岁月用泪水擦拭，回到幸福最初的样子？